启动，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正式启动。四县市蓝营首长伸出手，象征四个县市的合作正式启动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与蒋万安、张善政、谢国良难得同台，为的就是要拼北北基桃合作。跟三位市长站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来成立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，来让我们四个县市千万人共好。过去因为很多市长政党的不同啊，导致到的确决策上有很多的延误。我相信我们四个未来很快的讨论一下，就会马上共同做出决策。侯友宜率三位首长成立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，并公布接下来会以社会福利、交通、文化为四县市合作的首要目标。合作交流运作机制从今天正式开始。当然今天讨论社福、交通，包括艺文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议题，只要跟市政的助理、区域合作有关系的，都会在我们这个合作机制平台快速的展开。基北北桃，公共运输的定期票，也就是通勤月票，我想双北我们就有1280的经验，那未来希望扩大基隆桃园一起。蒋万安还逗趣表示，四个人都身穿白衣，就像是一个团体。而侯友宜此次合作被解读是要布局2024，当北台湾的领头羊。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四个市首长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如何快速、有效率，在合作机制底下创造民众最大的福祉。侯友宜选总统呼声高，至今仍未表态，喊着要后花做代际，现在力拼四市合作，就看党内如何整合，推出最强的候选人。记者许志明、张舒涵台北报道。来科普一下，这个水神呢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，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